这段感情，自头到尾根本拢是假的，你拢是咧骗我的，你又莫来找我。你竟然敢伤卡打伤，你要僭越感情，你是凭啥？新娘红茶啊！客户王刚讲，李家跟王子伫一间大饭店，那真正无看到什么电棍在大场面啊！敬贤哥，请用茶。老婆真正足水，啊，新娘是谁？开封早拢无动的，伊一定还搁在生气。那是你？我知啊，不过需要一挂时间去处理甲子彤的问题，你连处理阁真好。伊个查甫人真是一个司机哦，讲较歹听，伊都是一个看狗啊，食软饭的。他就这种查甫人有啥物好的啊？我对不起你。哪里阴暗嘛？伫九九会馆，我的庆功宴，我买酒你来。查我这个老爸啊，把我当作秘书是你的细汉的同款，所以就算罗家峰是你的大姑啊，你无完全无责任，也是有关的啊。我乌骨来给伊跳啊！这是苏北文公，新贤哥。那应该跟我出去啊！我得出去啊！我跟信贤哥一定会出去。虽然我不知道啊，谁人有信贤去抓廖萌子，啊，不过今日是伊的订婚。你是谁？新娘嘞？新娘谁？咱这大感情，自头到尾根本拢是假的，你拢是咧骗我的，你又莫来找我。你竟然敢伤卡打伤，你要僭越感情，你是凭啥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乃哥，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歌就在这里。